的恰恰呢有一点困难哦，关到前面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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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个节奏呢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可是很多人都抓不太到，因为很多人在八分音符的节奏上面都已经很困难了。正拍跟后半拍，很多人都搞不懂后半拍到底要怎么吹。很多人都想后半拍就是比正拍晚一点点，或者说就是反拍啊，反拍啊那个位置手打开的时候，或是很多这些想法哈。如果大家还有这些困难的话，不要忘记上课究竟我们在初阶篇的最后一个单元，还有我们在进阶篇的每一个单元都有讲到关于节奏的练习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熟练拍子，我们在吹曲子的时候才不会因为拍子落拍让整首歌都毁掉喽。所以今天这首歌呢，要教大家几个很重要的观念。第一个是我们要能够把正拍跟后半拍学会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只要是八分音符，它就只有两个位置，要么正拍，要么是后半拍。所以我们的拍子只会有四种，就是正拍一个四分音符，或是正拍加后半拍一组八分音符，或是纯粹的后半拍跟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只要能够搞懂正拍跟反拍的位置，所有的歌曲都是这样排列组合出来的喽。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比较复杂的指法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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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段怎么吹呢？我们会遇到的是低音的升哆接升 re 哦，然后这首歌又有升收，所以请大家帮我注意哦。我们这首歌在按升收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用低音升哆的按法按就好了，尤其在第一句的地方，大家可以注意帮我看一下我们的手指的指法是怎么样做变化的。小拇指往上滑而已哦，所以如果你平常手的姿势不对，这一句你光前两个音就完蛋哦。哆瑞咪发嗦，你会发现我从头到尾升哆的指法都没有放掉，也就是我们的左手小拇指从头到尾都没有放掉。哆瑞咪瑞咪发嗦，到嗦的时候刚好就会是在这个半音的位置上哈，后面就非常非常简单了。后面的指法也不会比较复杂，反而变简单了，因为没有那么多低音了嘛。我们看一下后面这句的指法哦。记得这边要收短，然后做断奏的动作哦。后面的断奏更是哦。OK， 刚刚这样的节奏，其实在《快乐的厨房》里面也出现过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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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这些拍子大家一定要多多熟练哦，不要因为断奏而毁掉这首歌哦，不要把该是短的吹成长的，该是长的吹成短的，该要等的没有等，让拍子越来越快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每首歌曲一定要稳扎稳打基本功，你才有办法把曲子吹好。一定要先能够知道怎么把歌曲的架构完整，我们才有办法加上装饰音来让一首歌变得好听哦。如果你还不熟悉以上的课程内容，记得一定要赶快开启萨克救星这条课程。如果你是平常比较没有固定时间可以练乐器的同学，萨克救星会是你很好的学习伙伴，因为它是没有限时间也没有限观看次数的一套课程，有入门篇跟进阶篇，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都非常适合这套课程。如果喜欢的这些课程，想要有更多歌曲的应用跟搭配的话，可以开通欢欢的订阅课程，一天只要50块，你每个礼拜都可以拿到新的乐谱、新的伴奏还有新的教学影片。如果大家不想错过这些影片的话，记得要按赞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欢欢的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LINE 官方账号，每次有新的课程或是新的乐谱上架的时候，就会第一个时间发送到你的手机里面。那我们就要下堂课见咯，拜拜。